那工队手柄非常灵敏，这车手柄都很，这闪电把啥玩意劈了，这是。哎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梦里回世界五，这期咱继续圣贝纳迪诺线啊。这老哥可能搁这儿自拍嘛，这是。你后边有啥呀？不是很多。那咱关门？开了吗？开了。他任务好像卡住了。我这一回来，灯都灭了，天！看一下车头数字灯，然后仪表灯在这边哈，这点不开仪表灯不行，看不清。阅读灯，哎呦，我觉得用不上，要不然现实中它玻璃容易反光。那这样，啪，走。带啥走？没注意到这是个坡啊，完全没注意到，直接溜车了，挺尴尬的。坡起，行，刚起步给到五档，它不会过载。反正客车还行，短时间内也用不上，不是短时间用不上，就一般也用不上那个那么大的动力，那么大的电流。属实脑子还不是特别清醒，咱们的司机刚睡醒。下一站是蒙克莱尔站二号轨道，二线。天哪，11英里啊！咱尽量跑吧，就尽量可劲跑，能跑多快跑多快，就。实在是晚点，哎。然后灯开关是哪个来着？忘了，这边哈。用快捷键看吧，要不看不清灯。远光，远光辅助。那辅助灯感觉好像没有亮度一样。哎呀，道口没鸣笛，天。看一下远光什么东西？辅助就是两个边上的灯，它那个会。就是正常闪的那两个灯。哎，我要常亮辅助灯，它又不闪了吗？它是不闪，好吧。鸣笛标啊，稍等啊，我要看看这个，好像它可能就是，哎，有点忙活不过来了。那把这个辅助灯关了，用远光用 bat 就可以了，然后还是得让它闪呢。它怎么也不闪了？你俩是怎么回事？给它玩坏了。鸣笛它也不闪了，记了。行，再给点劲儿，提到限速。这边一整个上坡二，三个刀口，鸣笛标加三。看来到这一代游戏的存档的功能依然不是特别靠谱。三个刀扣，真不闪了，没事，那至少铃得让它响着。还是只能在那个近光情况下闪呢，可能就玩坏了，不闪了。这会儿天彻底黑了，啥看不清了。那个铃的快捷键是 B， 可以直接用快捷键关，不用鼠标点了。它这个远光也属实是，这不管开什么灯，算了，它不闪了。专心开车吧，得看着点鸣笛标，看着点路了。这天色渐暗，啥看不清。这又是鸣笛标加两个道口，这住这两。出这两边真的没有问题吗？不搁车上都嫌吵。这坡还不小呢，1.8%。
这目前已经是远光了，这车灯不咋亮了。主要这离居民区太近了，还是得瞭望瞭望，毕竟洛杉矶嘛。我现在看到这么多明地标，我就很好奇，这边是按长长短长那么明的吗？还是有什么别的单独的规矩？这也太吵了，是一个标明四下。灯就先这么开着吧，彻底黑了，我还要开小一个小时呢。应该没有吧？那大几十分钟也有了。这道口再来我有点看不清，虽然说是搁这儿，那确实看不太清楚了。这上坡提速都提不动，我全功率开到63。甚至能看到星星了，这对劲儿！天上还有点云，这往天上瞅的颜色还有点，还挺梦幻。行，好像坡度小一点了。可能我错过的没地标。算了，吵就吵吧，那内燃机本身也挺吵的。这一级全功率呢？我这个，我现在这个亮度的标都有点看不清了，刚才过这个什么牌我都没看清。这个是面地标哈，这有个叉。全是平交道口，要命。我是这前面又是真的啥也看不清，我刚才以为前面 有个门。还有这前面是月亮吗？前面要降限速。主要是它这个线路两边的状况，我实在是，不是很放心呢。不像之前开有些德铁线，它主要线就在郊外，在村里边，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。哎，我操！卡的一下吓我一跳。咦，没刹住，在超速。过不过来了，还有没地标呢？这大闸手柄也太灵敏了。这还有吵道口的，非常抽象。在前面要过一个车站，这太阳不是太阳去了，这月亮被云挡了一点还可以啊。
不然这太亮了，好吵，人不行。我一直开的还是我前灯已经全开了，过了个站，我刚好看不见那个站台那个黄线那一块儿，刚好在盲区里。行啊，混过来了。前边停蒙克莱尔，应该就直接是下一站了吧？限速79。晚点晚有点厉害呀。这车手柄太灵活了，随便一按键盘直接起飞了。对面这长时间也看不见列车，不过这是单线，看不见倒也正常。这块不是，这灯已经是就这么亮了，行吧，那都盲开了。怎么还是上坡啊？提不动速。还有吗？我感觉前面是道口，好像不是，左边有线路啊，信号啊，什么东西这个红灯？算了，不关。还有2英里到下一站了。我现在100公里的速度，减速的话1英里来得及，还能再提一会儿速，毕竟晚点了。是不是又错过明地标了？那晚上实在是看不太清。两个道口，看右上角的 HUD 前面应该要过一个车站。我还以为就停那个呢，还有1.5英里，那下一站，这两站这么近的吗？那站站乐这玩意儿提速费脑筋了，还真是，这怪不得这玩意儿站站停那么费时间呢。这车提速可不算快呀，其实也不慢，还好。哎呦，对面车也是灯全开的，这车应该比那个对面那个内燃车要旧不少，老旧燃油车的属于是，对面那个是不太老旧的燃油车F25。 这车在这线是应该是快退役的产物了吧，还是已经退了呀？好像减速有点早，前面再怎么说也还是上坡。耶，是我看错了吗？可能是，这晚上太黑了，我也不敢跑太快，我看不清车站在哪儿。虽然说车站有灯，啊，这要没有上坡，我能溜过去还可以。这个上坡给我整的，哎，主要这老玩意儿，它制动也不太灵活的，不像动车组。这最后一节车还停不进来呢，哎，对个标吧，什么色来着？我忘了，我靠！我应该是对五节哈，五节蓝色，没有白标，冲标，我都看不见标在哪儿。真看不着，停车标呢？你的站台灯这么黑的吗？
你这看不清一点儿啊？对上没呀？对上了。那你留这么大个缝，你这个台儿是能上轮椅还是能上啥呀？留这么大个缝，不过上轮椅的话搭个板好像也可以哈，好像对的还挺准的，就蒙的纯蒙啊。这个亮黄红灯的是什么意思呀？好像是车厢，哦，车厢不一样，那个是新车厢，它那个灯不一样。怎么有列车员帮我关门啊？正常这种有乘务员的线应该就直接做成自动的，不需要我再去操控了。其实有点欠标呢，怎么觉得？但是我是真看不清标在哪。哎呀，忘了在坡上了。一般就算是长上坡的话，都会 把站台修平了，它的站台都在坡上。这坡也不大，其实有把站台修平的条件的，应该都忘了鸣笛了。7.8英里，这站晚点多长时间啊？晚点不到十分，还可以啊。9+60，晚了7分钟呗，还行。我靠，这速度成功率要到红线了。行，刚好卡在红线上。刚才有个闷地标看到了，但因为速度太慢了，还没鸣。灯还是全开的哈，其实挺晃眼睛，我估计。虽然说我在看看不到什么亮度。79。哦，之前还说对面一直不过车呢，刚才过了 FR5。其实虽然说中间车厢有老车厢，但是我怎么标志灯又不亮？靠，瞎子！但是他这个。它车尾这一个新造的车厢应该是配合 FR5 造的，这个造型也是，这个涂装，这一存档独档什么毛病都出来了，还是这线比较长，一次跑完有点累。当然问题主要不出在长，出在跑不快。这边10公里一个站其实还可以啊，虽然说慢车要停的更多一些。我靠，前面是不是得查信号了，没有更低限速了。但我手机上好像没有存没铁信号的图啊，我靠，这不尴尬了。我相册里边有存波兰的信号，但我没有存没铁的，我可能不知道下一个信号限速是什么，是不是错过鸣笛标了？好忙的哦。一个黄灯闪，但谁说地上已经看不见下一个信号在哪儿？那是怎么回事？也是个黄灯。这车还没有那个，不像之前玩过别的那些电动车组，它有那个像列车监控的那种信号显示，这个东西它没有。包括我一看到什么类似于中速接近的东西，我大概就知道信号限速是多少了，但它没有。长岛后遗症。
还行，这段没那么卡了，不知道跟天气有没有关系啊，跟那个时间。都是黄灯，更不会了。怪不得我之前不存没点那些好手册，之前都是开 CS64 啥的，确实用不上，就当是40吧，因为我只能记住这个速度。顺便开地图看看前面什么情况。倒岔，这还是个手动倒岔啊！靠，这是倒岔，这信号形式 stop。嗯，一会儿要注意着点儿。如果这个东西能用的话，我不知道这上会不会有显示。它 cut out。错过的刀口，敷衍一下。这鸣笛鸣时间长了，鸣得我都头疼。限速减的有点早啊，我可能猜对了信号限速。天然这个云怎么这么厚啊？这样上红下绿应该就是刀叉，我实在是记不住，完全靠印象。那新地图也不配手册，就下雨了呀，看不清了。好像是左边的线路呢？没了？这好像有点雾了。这一有点雾，这瞬间能看出来这灯是亮的了。像这种情况要不要关远光灯啊？这给这帮隔壁公路小车给晃着了再。但反正一关灯我自己也看不清。没事，这下雾这无所谓，要不也看不清。开远灯更看不清。这雨刷这个路径挺有意思的。快到站了。不对，我应该减速了。哎呀，闪电呢？我这还近光呢，刚才近光一点亮没有，现在把体积物照亮了。这游戏啥时候能更新引擎呢？灯关了呢，挺邪门的。
好，又到了紧张刺激的找停车标的环节了。这站房都绿色的，挺清新的这个颜色，感觉要冲标。现在我愣是没看见停车标在哪儿。可能没有，已经过了。这站没有坡，那可能这一站它没有那个无障碍的台儿，所以说这不整停车标了是吧？好像可以这么理解哈，它有啊。正常我是不是应该对这个门呢？还对哪个门呢？他为什么这站没有停车标啊？那我怎么对呀？晚点还是七分钟，追不回来了，追是追不回来了。哎呦，闪电！关门，快上一屋。终点了，还有十四英里。这闪电太冲了，刺激。这个光束有点意思，我靠，到处闪电呢！哎，怎么有六节的标啊？彻底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一点东西。那灯开了，反正比没开能好，能强那么一点儿，还是比没开要好的，至少没到开了不如不开的地步。隔壁全货车呀，但我看不清旁边是啥。化工厂吗？好像不是化工厂，啥工厂不知道。提速！哎呦我天，那工队手柄非常灵敏，这车手柄都很那这闪电把啥玩意劈了？这感觉都劈到地了都，这么。没看着，咋又是个黄灯？闪电真吓人呢，那闪电还能帮我照点亮，好像什么植物大战僵尸的某个关卡，想要看清环境纯靠闪电。怎么一个个都闯杆儿呢？绝了！反正我还没撞上一个，还行。红绿灯，
应该还是个道岔。但反正我现在连轨道都有点看不清，还道岔呢。这怎么？那闪电一个个都照着地劈呀，这么猛！不是车站啊，我看不清一点儿，我现在瞎子。前面好像是 HOD 上给出了车站区域的那个标识。好像也没有人呢，那这是啥呀？废弃站台吗？怎么感觉好像有个人？这还是当货站用的，这有人啊？就这站台上好像啥也没有，确实不像客站。哦，这边可能是常用的。它这两个灯是不是指侧线的状态呀？一个绿一个红都是正线绿灯，然后倒岔的话不能往任何方向去。那如果反过来呢？反过来就刚才那个倒岔。那如果一个绿一个黄呢？有这样灯吗？记不住了，有两个黄。先到时候再说吧，分不太出来。里面可以关了。哎，前面怎么还有个道岔啊？这个道岔没有灯提示啊？我看到了45的限速，怎么回事？给我整不会了。还是严格上来说，刚才过了道岔之后不能提速，不至于啊。但它有45的限速啊。但我没看到它这个绿灯边上还有什么灯啊，说隔壁线路的灯啊。没整明白。反正我捡到45了。看看是啥情况。三个绿灯，难道是个轨道限速吗？哦，是道岔啊。好吧，懵逼喽。旁边怎么看着也跟站台似的，有个棚子，瞭望不了一点儿。哎，刚才那边那边有几个道口啊？没看清。
过了个站。这大雨天过站挺吓人的，打着伞这容易给吹起来。主要他们是游戏里边距离太近，那100多的速度。符号单位公里。还有道口吗？看不着。停不下来了，暂且清静一会儿，下坡不需要内燃机咆哮了。这有哪个命地标带的呀？这刀口愣是没看见呢，隔壁露天的货架全淋湿了。车站啊，嗯，隔壁过了个什么车吗？还是棚子呀？我现在这个视力跟没有一样。我感觉这个铃是停不下来呀。好像暂时没有刀口了，有，真看不清了。一个黄闪加红，这跟鹰铁的那个提前警示是一个意思吗？就是顺着正线继续，但是下一个灯是黄灯。前边限速降低至45了。要不要看一下下个灯是什么内容？真看不懂。还有个弯儿，我记得加州铁道那个石兰段那块有个弯儿，
也是比较类似的，挺急的。36英里果然是一个黄灯，那这种应该就是40的前后限速了吧，猜的，靠记忆，按40跑吧。快到站了，大站。突然的上坡，25，还有更慢的十英里的，可能是货车限速，怎么架了个高架？哦，下边是个货场。隔壁可能是个 park and ride 还是什么东西，这么大个停车场，但这离车站还有个小一英里呢，有可能吧？那这么大还得走，这要停远一点，挺要命的。红灯在前边，刚才有点看不清。哎呦我靠，2.8%的下坡啊。刹不住。没写车盒子太沉了。真刹不住啊！那给了一半的大闸，啥情况啊？晚点还给我吃个信号。哎，我站里边有车，天！怎么跟之前那个德铁整一回事儿呢？你也白点咋的 ？IE812， 这是个 IE 是个什么班次啊？啊，还可以移除列车，我天哪，这么强的！我都白点多长时间了，还让我移除列车？不是，还让我等个信号？你走不走啊？他走了，我还可以移除列车，我天哪！一颗赛艇。IE 是个什么车次？我是啥？我应该也是 SB 的车次。圣贝纳迪诺线。然后我正常是往这个方向走。这两个是那个从这个地方往东去，就是往那个叫什么 Redlands 那边去的车次，四位数数字。是吗？还是 Q 啊？好像是 Q， 326 Q。好的，他怎么也往这边去了 ？IE 什么车次啊？算了，我不懂。看看变没变灯，还没有。我车灯怎么灭了？我原来是雾散了。这游戏能常曝光吗？不够长。哎，红加红闪可以走的。那看来要过道岔，然后下一个是红灯，是这么理解的吗？
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，一会儿看看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还兴许能记住，因为它有三灯信号，难道是只是不同方向吗？还真是，倒插之后是红灯，那难道这是这么理解的？哇塞，有点头绪了，天哪！这找规律也属于是。这怎么又没有停车标了？难道在左边？那也不是啊。啥太猛，好像可以拍一张，跟那个什么圣贝纳迪诺的站房，不过好像得用这个方向会好一些。 Metrolink 还有月亮，看能不能开一点广角。它的视野是百分比，我觉得要是直接给那个 FOV 的单位好像我觉得会更好一些。还有月亮，摁一张看看车头能不能摁一张。哎，这边有标啊，它朝着这个方向的朝向不对啊，那怎么也是朝这边的？那我这边标应该还是在站台上啊。没有啊，那我也不动。 HF 然后拉一下视野，后边有那什么，有个拱门。OK， 这晚点多少啊？我也不知道晚了多少。还有上车的，对，这本来应该也有上车的。我这个电牌还对吗？内容Nothing Service 他已经不对了，他给我车抢走了。金牌晚点晚太多了，超速也没少超，制动不太好用，就毕竟这老柴油车嘛，老旧柴油车还是有点不好开的。哎，终于没拿到钻石，超速扣的有点猛。行，准点奖励就有45分，可能主要栽在这儿了。啊，算是终于跑完了这个任务的，看看之后再玩点啥。他350还没玩过，可以。多想呢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观众下期再见。好累呀。